Hello， 我是后生仔经济嘅 Victor 啊，今日嚟到小云信孵化中心，其实系想请教一下我哋嘅法理学家阿 Jo。咁其实我平时成日戴帽唔遮头咧，会对头发有影响咧？另外我点样去护发先可以保持发根健康咧？其实都会有一定嘅影响噶，咁要视乎翻你平时点样去清洁啦。咁要清洁得好，其实问题都唔大嘅。咁我哋都会建议你用翻一啲专业嘅洗护产品啦，同埋定期做翻出门都会有帮助嘅。咁首先咧，我哋会做翻一个深层清洁仪器啦，配合翻佢个草本精华，深层清洁，改善佢嘅油脂分泌。另外，我哋会搽一个 treatment 嘅，佢含有矿物成分，减少脱发，强韧翻你个发根。喺小云信做咗几次深层清洁 treatment 之后咧，头油少咗，感觉好清爽、舒服。法理学家仲介绍用埋一支活力能量养发素，入面有十种活性成分，可以帮我嘅毛囊补充营养。即使我平时成日戴帽唔遮头，都可以 keep 住头发健康啦。